他终于把美丽的公主救出来了耶。然后呢？他就把美丽的公主救回去啊，然后他们两个就结婚呐、那全国人民啊就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很庄严而且很隆重盛大的婚礼哦，全国人民啊都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呢？姑姑现在那个客房里面，丫头啊，就叫他睡觉，你看都不叫我，我上班都要迟到了，真是，哎呦！哎呦！哎呦！哥，你赶紧去投胎呀、还想撞死我、啊？哎呀，我懒得跟你啰嗦了，我要上班去了啦。干嘛？我要上班了，上班都迟到了啦，我哪有时间跟你啰嗦呢？哎呀，哥！哎呀，你神经病啊！我要上班呢。哎呀，今天是礼拜天。上班女人才是神经病。今天是礼拜天，哎呦哇、老爸，这不能怪我嘛，我忘了今天是礼拜天呢、
妹妹也没跟我讲啊，你不能怪我。哎，圆圆，嗯，我房间里面都是臭衣服、臭袜子，你也不晓得帮我洗一洗、整理整理。你看我连上班都没有一件干净衣服穿了啦。对不起，我啊，一个礼拜只替你服务一次。昨天我洗衣服你不拿出来，你活该，你怪谁啊你？每天烧饼、油条、豆浆，那边就是豆浆、烧饼、油条。哎，你能不能换个样啊？国忠啊，我看你最好去买一台机器。这种机器呢，可以每天替你这个做各种不同口味的早点，还可以叫你起床。哎，对对对对对，它还可以把你什么臭袜子、脏衣服啊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整整，折得好好的啊、而且啊，晚上还会注意帮你盖被子啊，免得你受凉啊。哎，这是什么机器啊？那有买的话，我把买来啊，没有钱我可以分期付款啊。我说啊，嗯，这种机器啊，上帝早就发明，只是你没买到而已啊。哎，老爸，真的有这种机器啊？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呢？你听过这个机器的名字啊？就叫老婆。老婆？嗯，对，老婆。娶老婆，你爱说笑了，啊，真伤脑筋了。哎，一个人过日子过得多逍遥啊！啊，你看看我。想喝咖啡我就去喝咖啡，我想泡妞我就去泡妞，一个人饱全家都饱了，哎，这多好，是不是？我干嘛？我永远生活在这个充满了爱情的生活里面，我何必往那个爱情的坟墓里面去扑通跳下去结婚呢？嗯，哎，跟你不一样啊，你是泡妞的高手，我呢只愿平平安安的娶个媳妇儿，好好的伺候我一辈子就好了吗？这没出息。好了，看你可怜了。嗯，等一下，老板娘的侄女来了啊，我把她让给你。老板娘的侄女，嗯，你见过了没有啊？好不好看？我也没见过啊。不过平常啊，我拍这个老板娘马屁啊，拍的够多了。她看我一个人啊，怪可怜的，就说把那个侄女，嗯，介绍给我。人还没来，把侄女儿介绍给你，那不是把羊送入虎口，连个骨头都没有了吗？哎，你这个人讲话这样就不对了。我是一番好意啊，让钱给你啊，你这还反过来消遣我，这，然后这，怎么了？哎呀，不行。我肚子不舒服，说错话了吧？报应啊，当场就来！别，话不能这么说。到洗手间聚一下啊！你别忘了，一言九鼎啊，老板娘的侄女可要留给我啊！你发个心，我女朋友那么多啊，也不差这一个。快去！别忘了。我先来的，这就是先来后到的嘛！哎，你不要不顾家务，哎呦，不顾家务道理，哎呦。
孝。对，三孝。他如果是秋香，那就是现代的唐伯虎。哎呀，他实在是太美了，而且他的身材是一流的。我只要他，任何人我都不要了。啊，对对对对，那个老板娘的侄女啊，待会儿你就留着，留给你自个儿吧。哎呀，我对你那个审美眼光啊，实在很怀疑。何况你认识他了吗？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认识他，我还没问他的名字，我还没有开始跟他说话。那不是废话啊！崔台金很漂亮，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那不一样啊。应该对我三笑嘛。那你要怎么样？那个意思就是说。说什么？说意思就是说，他很喜欢我，他很爱我。你摸摸看自己有没有发烧啊？没有啊，没有发烧啊，那你就是中邪了。我回家学习学习吧。班长，哎呀，国栋啊，我们好朋友一场啊，我这次帮你这个忙啊，帮到底了。你看看，我给你安排这个苦肉计啊，保证你这一次啊，马到成功。这有效吗？100%呀，100%。嗯，哎，为什么是100%呢？佩珍是什么职业？护士啊。护士，对不对？她本身就具有南丁格尔的精神。好，我们今天话说回来，今天要是你先打我，他会认为说你根本就是个粗暴之徒，是不是？对对对。但是今天你为了他被我打，嗯，马上他的同情心跟他的爱心通通涌出来了，对不对？他这样就会仰慕你。对对对，同情你，会感激我，感激你，不是搞定了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啊！但是你等下动手的时候，你要打轻点啊！哎呀，这个你放心啊，我自有分寸嘛。哦，可是也不能太假啊，太假万一被他看出来了也不好。哎，对对对对，那你打好了啊，把那个打好了。哎，来，你先躲起来，跑，快快快！
对对对对，哎呦，哎，轻点啊，爷爷，哎呦，我，哎呦啊，哎呀，叫叫叫，哎呦，被打死了，活该呀、啊，哎，哎呦，这没想到你花言呐，他打那么用力，醉酒的，直到最后还被人家拆穿了，人也走了，我看我这顿揍啊是白挨了，哎呦，我，这叫出师未捷身先死。当时英雄泪满襟啊！啊，你是有愧钱家的子孙，我赔了夫人又折兵。哎呦，哥啊，我看你呀、啊，不是英雄是狗熊，你呀、啊、居然会听什么器官演出那个馊点子！哎呦，他呀可是想老婆想疯了。哎，圆圆，你搞清楚啊，我是你大哥啊！哎呦，你不关心我，反正看我出洋，哎呦，我出洋相，哼。是大哥，我看呐、啊，那位护士小姐是没什么希望了。哎呀，为了表示我们对你的关心啊，老爸早就已经做了别的安排喽。别的安排啊？嗯，看你这副德行啊，想自己追的老婆这辈子别想了，还是老方法，相亲，啊？相亲啊？嗯，明天下午6点。爱神西餐厅，哥要准时，不可以迟到哦。啊，你放心，这种事啊，我一定准时到。哎呦，哦，哎呦。圆圆，这不能怪我嘛，这堵车对不对？碰到红绿灯，平交道我又等了十几分钟，叫车又叫不到，这个又碰到车祸，这个国栋啊，谁想听你再报告台北市的路况嘛？哦，对对对对，我来介绍啊，这位是林佩珍小姐。是你啊？是你啊？怎么，你们认识啊？我们见过两次面。哎，那大姐是我跟你们提起的那个护士，我看我都没有希望了。不，钱大哥，我知道你是一个憨厚的好人，因为齐先生才是一肚子坏水，所以我不反对跟你做个朋友。哇，哥，你有戏唱了耶！我不反对。我绝不反对。我看你们两个是缘定三生，这拐个弯啊又碰到一块了。好，我这个傻儿子哈、啊、这一辈子总算交上第一个女保镖了。你爸爸怎么还没来？我是下了班直接就过来了，所以没有跟他们一路，大概真的是路上太拥挤了。哎，对对对，拥挤，他们来了，来。妈，你现在才来吗？哎、别提了，说起来真气人呐、啊，也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一个没有教养的小伙子，抢去了我的计程车，害得我跟你妈在马路旁边啊，罚站了十几分钟。真的、啊，妈？这叫玩意，干什么？林，别生气，坐下来喝杯茶消消气。让我来给你介绍。不动了啊！来，这边请。哦，好。这位是林伯伯、林伯母，犬子国栋。哦，好，您请头来。
去呀、啊？哎呦，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嘛！哎呦，又不是世界末日来了，你干嘛呀你？一点点小小的挫折，等于是给你一种鼓励嘛！你这么经不起考验啊？哎呦，摆的那副苦瓜脸干什么呢？怎么不像苦瓜呀？佩珍都不理我了。谁说的？我得罪了他的父母，他还会理我吗？你见到他了？他亲口告诉你的吗？我没有见到他，不过……哎呀，没什么不过，这年头谁人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呢。好了好了好了，我都烦死了，你还在教训我。哎呀，我是开导你啊，你个呆头鹅，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哈，最要紧的是要佩珍点头。你去跟人家抢着搭计程车，当然是你的错，但是罪不至死啊。只要佩珍点头，他父母那关老爸可以替你出面呢。这么说我还有希望啊。哎，我看呐，他对你的印象还算不错，不过就要看你以后表现如何哦。哎呀，我还有希望啊！站住！嘿，七先生，我心情不好，没有心情跟你开这个玩笑。哎，佩珍小姐，我不是齐国人。秦国栋。对啊，是我跟你讲。你开什么玩笑嘛？没有啦，这是我妹妹圆圆说的，她要让我这个表现好好的表现一下，让你开心，那你就会原谅我了吗？好好表现，你装这个样子来吓唬我，就叫好好表现的。那我都是在那个电视跟电影上看到的嘛，那个男主角出界的时候啊，那都要先声夺人呢、啊、我是经过特别安排跟设计的。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增加你对我的这个好印象了。你呀、啊、无聊。我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嘛？怎么会想到这种鬼点子？好了吧，弄假成拙，你看现在我是绝望了。谁叫我是第一次交女朋友嘛？要是齐光炎的话，他经验丰富，他就不会这样子了。看我写的那么笨，那么灵，但是我第一次。在洗手间碰到佩珍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属于他的了。我绝不会再交其他的女朋友。我，哎呀，我真笨呐！我真的，我笨死了，笨死了啦！好了，别敲了，这样敲法不但脑袋会敲破，还会脑震荡的。我笨死了。你一直都在这儿啊？那我刚才自言自语的话你都听到了？哎，那我不是很丢人吗？那我太糗了，对不起啊，我先失陪了。建国董啊，我现在肚子饿，我要吃蚵仔煎蜜豆冰，你要不要陪我去啊？你要我陪你去啊？如果你不想陪我去的话，那我就自己去了。我不陪你去，那我在这边干什么呢？我当然要陪你去了。佩珍，等我，佩珍。然后呢？然后你爸爸就跟你妈妈结婚呢、啊，然后就生出了你这个调皮捣蛋的顽皮鬼。然后呢？哎呀，没有然后，哪那么多然后啊？哎呀，我还要听吗？我去开门，去开门，去开门。哎，小强，好乖啊！
哎，师傅，爷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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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爱情。什么？我的爱情故事？你齐伯伯的爱情故事啊，要他自己讲？哎，不不不，爸，赤光爷的爱情故事啊，要由我来讲，否则啊，他一定会隐瞒那一部分最精彩的。对。不，你快讲吧，我姑姑，你快讲吧。你们在讲什么东西啊？你们在讲？哎呀，你不要插嘴嘛。你讲啊。伯仲啊，啊，好久没有来这家宾果店了。是啊，自从跟佩珍结婚以后啊，好像就没什么时间了。今天难得有空，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啊，你们家小强几岁了？四岁了吧？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是啊。你呀、啊，一直都过得很舒服，甜甜蜜蜜的家庭生活、嗯、啊，看得出来吗？我呢，就像那个断了线的风筝，东飘西荡的。妞是泡了不少，但是没一个爱我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哟，大情人要封建归隐，想结婚了你啊？啊。哥们嘛，都结婚了，对不对？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也想换换环境啊，说不定对我有好处。哎呀，光年呐，那真是恭喜你了。哎，怎么样，对象找到了没有？这个就是今天我找你来的原因嘛。哦，找我来这里？哎，是不是老板娘要帮你介绍女朋友啊？哎呦，国栋啊，你结婚以后人都变聪明了。上个礼拜我来这吃水果、嗯、老板娘看我一个人呐、啊、怪可怜的，还动了恻隐之心、嗯、说要把她乡下那个南部那个远房亲戚的朋友那个邻居的女儿啊介绍给我做太太。什么？南部乡下的女孩啊？对呀、啊、台北市的女孩子，哎呀，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不务实际。乡下女孩子啊，哎，轻轻的，就像一朵百合花一样，最适合做我齐光年的贤内助。哎哎，我说花心大萝卜，你要是不跟人家结婚，你就不要玩弄人家。你这个人呐，花招最多了，靠不住的。哎哎哎，你这个叫朋友帮朋友讲话。哎，待会人家来了，你可不能扯我后腿啊。好好好，你放心，我挑好的说，可以了吧？这好。怎么了？怎么了？肚子又不舒服了。哎呀，我这个拿回来啊！哎呀，这好现象呢，说不定在厕所就碰到了。去你的，哪这么巧啊！哎，你们拿去，人马上来了。我马上回来，马上就回来啊！哎，老板娘，坐坐坐坐坐。介绍给我的女朋友啊，哎，听着声音娇滴滴的，我看人也不会差哪里去，管他的，先吃吃豆腐再说。杨小满，你这个人啊，我知道，小姐啊，这家宾果店的水果好像不太卫生呢 啊，每个人吃完了好像肚子都不太舒服，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啊？听说的，那家宾果店的水果最为出名，都是从我家南部果园直接运上来的，又卫生又好吃的。啊啊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哎，最卫生、最新鲜、最好吃了。南部来的。好的嘛，我们马上出来的，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嘛？哎。不，小姐，您误会了，您慢用，您慢慢用啊！不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小姐啊，您跟这个宾果店的老板娘是什么关系啊？哇，我是他南部乡下远房亲戚的第一亲的女儿了，你问完又没有嘛，关你什么事啊？就对了，小姐啊，请问你这次来是不是老板娘给你介绍男朋友啊？啊？你是谁？你怎么晓得？哦，
我就是老板娘介绍给你的那位英俊男士，白马王子。那你就是齐光年先生哦。对，小生就是齐光年。好，那你等一下，对不起，我马上就出来啊。不，小姐，等一下。让我用我的超人的幻想力幻想一下你的美丽，哦，听听看你的声音，就像那黄莺出谷，绕梁三月。我再从你的声音就可以想象到，你的头发跟那瀑布一样垂下来，你的眼睛就像那天上的星星，你的苹果哦不，你的脸蛋就像那苹果一般的。啊，我不敢再想了，你根本就是一代佳人嘛，你。一代佳人，心姐有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呢？哦不，一定会比我想象的更好。你我可以想象到，你开门出来，对着我三笑。啊，三笑姻缘。那我就出来了。你是不是花了我了？我做噩梦了我啊！现在我对你一爱笑。啊！我不笑了，我不要了。妈呀！妈呀！我怎么都碰上这么个母夜叉了？我这不枉打赌啊！我这。那个戚光炎在吹笼络我。国栋啊，那你再拼拼命，这样子的话，期限就不对了。我这个朋友戚光炎的，平常虽然是口无遮掩、胡说八道，但是我想他还不会做出侮辱你的事情。这里面哪一定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你还说误会？你帮他说话，那你也是坏人。他明明说他跟我是三小姻缘，前世注定的。他说我是白河王，头发像瀑布，脸蛋像苹果，眼睛像星星，嘴巴像樱桃。他喜欢我，可是为什么不肯看我第三小，还躲在厕所里，不肯出来？这不是侮辱我，这是什么？对，这些对白呢，我这个朋友是会说得出口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关起来呢？只有他自己知道。所谓情理眼里出西施，难得嘛。你也稍微打了下西施啊。齐先生，那你也是好人，我误会你了。对，这个一切呀，等我朋友出来之后呢，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啊。可是啊，就不晓得这个齐先生在里头蹲多久嘞。这样好了，我去切盘水果，你们慢慢坐，慢慢聊啊，好不好？老板娘不要了啦。姑妈，好，谢谢。没关系嘛，坐一会儿啊。好，我切盘水果。我请你过门，我怎么会请你过门啊？门都没有啊！国栋跑啊！姑妈再见啊！齐光炎，我跟你说，你被我看中了，这是前世注定的，你跑不掉的了。进来，门没有锁。谁呀？修理电话的。
修理，我家电话没坏，修什么电话？你家电话没坏，人家的坏了。我来修理电话在哪里啊？好，看到了。嘿嘿，现在还真不错了啊。电话没坏，哎，他们服务单位还派人来修电话，真难得了。哇，先生，这么大的房子你一个人住啊？对呀，对呀，就我一个人呐。你不怕寂寞吗？那倒不会了，不过，哎，有的时候啊，日子过得是单调一点就是了。那你可以娶个老婆啊？对呀，我，我娶不娶老婆关你修电话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没关系，没关系。原来是个小姐，哎哎哎！你们这个服务单位什么时候也请小姐来做技术工人了？很久了呀！现在什么时代了嘛，女人当然也可以当工人哦。哎，等，你是干嘛？你给我修电话还是拆我电话？你修电话当然是修你电话，马上好了嘛，马上。好啊。原来是你呀！ 啊，你到我家来装神弄鬼的你啊！我只是想来看看你干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也会数，你在数什么？我在数到三呢、啊。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打电话报警，告你啊，擅闯民居，破坏财物。你不要那么绝情。三。人家来，你都没请人家喝杯茶呢。喂。走不走？你，我不走。你给我滚！门没有锁，自己进来吧。谁呀、啊？我是相府的送外饭馆的，跟你送饭菜来了。来，我没有叫饭菜啊。钱已经付了，您就慢慢用吧。送饭菜劳得你大师傅亲自出马。哎呀，小弟小妹请教了吗？我只好代劳了吗？慢着。啊？你去哪里啊？我上一号。上一号。我就知道一、二、三。你给我滚！你自己再进来吧，门没锁。哎，不对，后面又是那个喇叭花。谢师栽送。谢谢你啊。谢师拆封。我现在还多了这么一项服务啊，谢师拆封啊。谁写给我的信？没有字啊。转过来看。我爱你。对了，那就是我的心声。一、二、三，我走。我不爱你，我爱你。光年虽然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有很多事情呢是不能够勉强的。你要我怎么说嘛？哼，个死气光年，难得有一女人对他那么真心，他还这个样对人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啊，非要主持正义。哎，圆圆，你想怎么样？狠狠地把戚光年揍一顿呐？哎呀，揍一顿倒是不必了。不过如果能够让他反追人家，让他尝一尝这个单丝之苦啊，这倒是可以大快人心哦。这也不是很难的事。爸爸，你有什么妙计啊？你站起来。站起来。从头改造起。谁啊？哎呀，哎，圆圆，你怎么这么好，怎么来看我啊？哟，怎么不欢迎啊？哎，没有，欢迎，当然欢迎，来，请坐，请。
哎，怎么就咱们几个？国栋夫妻还有小强呢？他们今天晚上有应酬，不来了。青花爷啊，如果你临时想要请你那朵清纯可爱的百合花来，我也不会反对的。什么百合花？它根本就是个喇叭花！哎，千万别提它，提它我就没电。圆圆啊！啊！你讲好了今晚给我介绍女朋友的啊？是啊。现在左一口百合花，右一口喇叭花的，你干嘛？我可跟你讲好啊，你要是约了那个喇叭花来啊，我可是站起来就走啊。是是是，我的大情人美男子，你光会挑剔别人，你也不会拿面镜子照着看你自己。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看一看这朵到底是什么花。我来开门。哎呀，欢迎欢迎，请进请进。你少不要脸了，谁是你女朋友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她是我爸爸的女朋友啊。那我们去看。你说那个七贤真的会来啊？嗯，你放心，这戚光炎肚子里有几条蛔虫啊，我最清楚了。可喇叭花变成了玫瑰花，他会不心动吗？你才怪呢。哎，圆圆来了。哎，圆圆你在这里正好。你看说人人就到了吧。我哎呀，好了好了，别我的，有话你就直说嘛。我老板娘，你一向对我最好，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求求你，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哎呀，好了好了，你别求这个又求那个的，好不好？看了你就心烦。你的玫瑰花在后面，自己去找吧。在哪里？哪里？在哪里？哎呀，就是你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吗？啊，老地方，老地方。
我不管你变什么花，反正我要定你了。你就掉进了这个婚姻的陷阱里喽！哎呀，还说呢，我今天啊闹到这种地步啊，还不是都你们设计陷害我的？哎，你讲这话有失公道。当初要不是我们替你们撮合，你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天天回家喝西北风啊。就是嘛，还不光还谢谢我们今天媒人。怎么啦，爷爷？你又要帮戚官爷做什么媒人呢？是不是要帮他介绍一个小老婆？对，我一个老婆已经让我吃不消了啊！再来一个，那我上山去当和尚去算了。那你们在谈什么嘛？我在讲戚波波的爱情故事，好好玩哦！啊，他的爱情故事啊？他的爱情故事哪能跟我的比呢？我的爱情故事啊，比他更精彩，更轰轰烈烈呢。那我一定要听，那我要听，你快讲嘛。不行啊，这小孩面前怎么讲这些呢？什么？因为啊，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就是你爷爷。快讲嘛，那就快讲嘛。这个故事啊，要从一年前的某一天开始。爱情有难逃，只能有难满家。小陈，你是说你要跟我求婚啊？啊，求婚？当然了，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只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必经的过程，爱情也是一样。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爱拐弯抹角的。你说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看我还是以行动来表示好了。啊，对不起啊。哎，你这什么搞的你？对不起。好不容易钓了一条大鱼，一时兴奋用力过猛。抱歉，你们有没有受伤了？这是我的情愿。算了，算我倒霉，我们走。讲理啊！什么不讲理啊？来，先打他，打！哎，不行，先打他，老子好啊，敢跟我们凶的，跟我们解释！
少吃点。我没胃口啊。事情过去就算了，何必耿耿于怀？想开点。你叫我怎么想开嘛？平白无故的被人家这样羞辱了一顿，我真是呕死了。都怪小陈那个死没良心的家伙，骗我说还没结婚，对我花言巧语的，跟真的一样的，我差点就上了他的当。这种男人啊，就应该狠狠的教训他，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圆圆，你搅和什么嘛？男人风流一点，这也是。拜托拜托，你们不要给我瞎吹瞎捧的好不好？什么现代红娘嘛，我可不敢当哦。又今天又谦虚起来了呢。我看这样子，你也不要再推脱了。这件事情呢，就包在你身上了。包在我身上啊？哎，天哪，这责任太重大了耶。爸，我回来了。怎么？现在还满意吧？哎，你问他吧。这种事情啊，多多少少靠缘分，急也没有用啊。我相信总会找到一个理想的。难呢，爸爸，他的理想眼光太高了。我今天介绍的已经是第十个，他没有一个看中意的。我看呐、我这个现代红娘可难当哦。圆圆，你不要误会嘛，不是你介绍的不好。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就像老爸刚刚说的，一切都要靠缘分，是不是？哎，只是我不知道你心目中理想的白马王子，他现在究竟在哪儿啊？哎，我来接，一定找我。喂，喝杯茶。艾美啊，谢谢。你一个人在下棋呀、找不到对手。一个人消遣，哎，你会不会下棋、我会一点点啊，不过下的不太好。下一盘如何？不行啊，我不是你的对手，等一下两三下子啊，我就被你打垮了。你拿它当消遣嘛，不要再太在意了啊。那你要手下留情哦。好好，好了好了，我马上就来了。是。爸，我有事情要出去哦。哪也没打来的嘛，她跟她男朋友吵架了，两个在怄气呢，我只好去当和事佬劝劝他们啦。哎，你还真忙啊。没办法，大家都喜欢找我。爸爸，今天就抱歉了，晚上不能帮你做饭了。你别管我了，你去吧。朱莉，那你帮我在这儿陪陪爸爸。没问题，一顿简单的晚餐这难不到我的。那就谢谢你了。拜拜。拜拜。饿一点没关系，待会儿吃多一点。希望没有让你失望啊！做这么多好菜，哎，我要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个糖醋排骨不晓得味道怎么样，我可是第一次做哦。好。
吃啊？不是难吃，只是有点辣。辣？没关系，辣一点下饭。这种辣椒酱排骨我还是第一次吃啊。糟了，怎么了？这饭没熟，中间是生的。生的，助理，你知道这个饭使我想起什么了？想起什么？我想起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大伙儿一块儿去露营，经常吃这种饭，真有意思。不好意思，让你等了大半天，我弄了一盘糟。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当现在是在露营，这种饭要慢慢嚼，嘿嘿，挺带劲儿。爸爸，你也真是的，朱丽丽又不是你的女朋友，她的菜又做得不好，你干嘛拼命的吃嘛？你还好说呢，她还不是代打，我看她忙得一头大汗，做了菜我怎么好意思不吃呢？爸，你这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是。哎，爸爸，我突然想到把张科长介绍给朱丽叶怎么样？跟张科长人又年轻又帅，又有事业基础，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单身汉哦。我想这回朱丽叶应该不会再看不上了吧？张科长的条件是不错。哎，咱们从前怎么没想到呢？就是啊，圆圆，这下你要多费点心思了。那当然了，要不然岂不砸了我现代红娘的招牌啊！我去开门啊。好。病了，哎，真对不起，让你吃了我做的菜，害得你肠胃不好。哎，没关系，这不怪你，怪我昨天晚上没盖被，着了凉了。哎，朱丽，你来的正是时候，帮我陪陪我爸爸，我出去买菜。好啊，你去忙啊。好，再见，再见。坐坐。你们两个刚刚在谈我什么啊？哎，哦，圆圆想啊，替你找个好的对象。对方是我们过去的老邻居，在一个公家机构里当科长。他可以称得上是青年才俊，条件相当不错。我没骗你，我这还有他的照片，相貌长得不错，跟你像，很相配。我记得相片放在照相簿里面。哎，马晨大概是圆圆拿走了，我去找。哎，你不要找了啦，我不要看。看看没有关系嘛，如果合适的话，再让圆圆替你们安排呀。我不要嘛，我再也不要去相亲了。相亲有什么不好呢？虽然婚姻是靠缘分，可是缘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还是要靠自己的去找机会，多选择选择。你真的让我丑得嫁不出去，要推销啊？朱丽，你今天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好。你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了。其实啊，
我早就有意中人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看害圆圆忙得晕头转向的，绞尽了脑子。这叫我怎么说嘛？那个人啊，真是一个呆头鹅。那个人是呆头鹅。嗯。哦，你是说他像那个《梁山伯》里面那个呆头鹅？比他还呆呢。人家祝英台啊是女扮男装，所以梁山伯才不晓得他的心意。那这一只呆头鹅呢？他坐在我旁边，我还猜不出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什么开玩笑？说你呆啊，你还真呆呢。朱爷，其实你比圆圆大不了多少。这年龄不是问题啊，很多人啊，他们年龄都相差很多，人家都结成夫妻耶。朱爷，大方。我就喜欢你的稳重跟体贴，你才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耶。朱莉，你真是令我太意外了。怎么？你不喜欢我？不是不喜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啊，你跟我求婚的话，我一定会答应嫁给你的耶。求婚？不，朱丽，你坐着嘛。难道你一点都不喜欢我？你拒绝我啊？朱丽，我不是不喜欢，我不晓得该怎么说才好。生活过得很正常，我没有再婚的打算。说来说去，你还是拒绝我。我算了，就算我自作多情，再见。朱丽叶，朱丽叶，还有，圆圆，你不是去买菜了吗？我。哦，你在做老爸的间谍啊？啊，我这个。爱情要慢跑，慢慢跑。你不是说我这没有 romantic 了吗？其实你老公啊是最有情调的男人。郭栋，你太让我感动了。啊，想不到你还有惊人之举啊！哎，老爸，这有其父必有其子，这都是跟你学的吗？我的情人节礼物耶。哥，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哎，还是有外遇了？哎，圆圆，你怎么会当着你嫂子说这种话呢？你想破坏我们感情啊？哎呀，你少来了。通常啊，这男人有了外遇啊，才会突然变得罗曼蒂克哦。对。对你个头啊！对对对对。哎，圆圆，你要再说的话，我要修理你了。圆圆，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嘛？是不是男朋友约你欢度情人节啊？哎呦，八字啊就少那么一撇。我呀是为别人辛苦为别人忙啊。为谁呀？
还不是朱丽叶啊？朱丽叶。不过我这次有把握，一定会成功哦。真的？嗯。哎，月月。嗯。你要介绍谁给他认识？那张科长。不是张科长，是一位比张科长还要棒的男人。比张科长还要棒？嗯。哎呦，怪不得你那么有把握。那当然，你们等着听好消息啊！这回我这个现代红娘可不是盖的哦。我先走了啊，拜拜。哎，小静，那我也走了。好了，好了，再见。再见。来，老爸，我们也走了。什么？不吃的晚饭再走？爸爸。今天是情人节，要请我到外面去吃大餐庆祝一下。对对，哎，老爸，一块儿去吧。我不去了啊，你们去吧。哦，爸你不去啊？那我们走了。走了。啊，老爸再见。再见。情人节。那是年轻人的玩意儿，这个时候真感觉到有点寂寞。爸爸，嗯，我来陪你。哎，圆圆不是说要给你介绍一个比张科长还要棒的男朋友吗？是啊。我就没这种艳福，师傅，我太羡慕你了。爷爷，你好有本事哦。那可不，爷爷啊，当年年轻的时候，可是许多女孩子心目中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哦。以后啊，我要跟爷爷一样啊。啊你也真是。结婚啊，是人生必经之路，小孩子从小开始教育，将来才会有正确的观念啊。嗯，对对对，强词夺理。哎哎，师傅，你什么时候跟朱丽叶求婚呢？ 啊，你也可真沉得住气啊。这个天机不可泄露。大方我就不信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会等到你。看到没有？你看我师父命真好啊，我就没有这种命。别看，啥也不能看。爱情有难逃，万难逃。